这个
三九架，这个架子人低开的话不稳定，三九架不担心也行。这个有点像南卡处，应该是南卡处吧。一个长得好像一个风琴呢，真的。这边同学把杆来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鲁鲁老师在直播，他在里边直播。
拿三脚架算了，这个独脚架感觉不能离开人了，离开的话看起来好危险，感觉有支架的话应该是挺稳的，就觉得一倒的话就麻烦了，一倒了设备就哇的代价太大了。
没做吗？啊，那啥我也还可以存在吗？啊，这个啊，好。走吧，去吃饭吧，去吃饭吧。喘呢？喘吗？周老？你音乐不调了吗？五点钟。中午吃的。这调的你找你累的，找你饿了噻。我就吃了就累，就去跳锅庄那儿去了。啊。我差不多吃了六点多炒的。啊。我一边看，早上吃。喘，不晓得，有可能要喘吧，那天。中午吃了一个。水啊，喝完再睡。中午再睡，中午。谁要水要饮的哟？从那个藏羌印象过来的。哦，那地方啊。哎。他们跳舞了吧？我马上就去。好。
充电宝掉了。
白玫瑰，白玫瑰，白玫瑰。今天徐长春没来，徐长春没来，今天应该在路上还没到啊。他说在路上，有可能今天堵车嘛，昨天就堵车。昨天有个本来哦都堵了三四个小时，因为暑假嘛，人车太多了。太热上全吃完了，全部吃完了那边，哎，看吧，小马出这个是他妹妹吗？啊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哎，你今天晚上来了？来了。哎，我刚刚怎么没看到你？我刚刚过来，我从那个藏羌印象里面过来。我们在那个安保那边吃晚饭过来的，还能吃东西过来还。哎呀，本来要过来嘛。我以为你今晚不来呢，因为我今晚没看到你。哦。本来要带酒去的，太热了。老婆也没来。没有没有，因为我老婆他们还在家里面。他们去藏羌印象吃晚饭，本来就是，对啊，本来说在那个安朵那边就吃饭了，就他定位在旁边，就在跳舞的旁边没多远，然后我们白跑了，也不是白跑，就去了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安朵吃完了之后来了，他们都已经回来了。啊。没事，你学小胡嘛，他什么都不会，他不会，他只是慢慢就会了，一两个小时，最多一天、两天就会了。不用你跟他们学，像这个宋医生，中国的医生，他跳了十多年了。在兰州读大学的时候跳，唱了十多年了。对啊，十多年了。在成都第七人民医院，在那个西南门那边，啊，急诊科的那个。这是老福的，算是网友吧。这是小福，他来了。小福，不是不是，老福的那个认识那个，见没去？那个女孩子，在这儿呢，他在学嘛，他在学。啊，对对对。
我说你，他穿滑了装一下就漂亮。我说他在成都，他要待几个月。哦。哦，这边孩子，这个是哪个？东北。有不像北美国啊，不是哈、啊，有点像，不知道哎。多糟糕、哦。不知道哎。多漂亮，你认不到。我认不到，我以为是别人。你认不到的呀、啊？我都不认识哎。也是在从罗马那边过来的，有可能，也可能吧。他背个包包的很多，这个雍总不是在罗马一直撇嘛？我说把罗马的钱买了哪个？他说不行，他罗马的他们罗马的是啥子鸭子？啥子鸭子？鸭肠、鸭足的那种。他有些也不认识啊，都认不。这个女孩子我不知道是不是罗马那边过来的，刚刚以为是白玫瑰啊，白玫瑰，但是不是，白玫瑰的没这么高，还差不多。白玫瑰在张家一号那边有铺子，卖藏装服装的都有，现在几点钟了？还有二十多分钟，今天应该是拍最短的一次。我们走呀，兰州。开抖音，开一个就够了。我以为你用的是国，我以为你用的国外版的那个。我没用，没用那个，我觉得太麻烦了。那个有好多粉丝啊？这个三四千个。三千多个。本来陪多久啊？我一直以为你是用的国外的那个。没有，没拍那些。我觉得那个忙不过来，本来国内就有啊，国内抖音就有，没必要开那些。但是那个是分开的嘛？啊，对啊，分开的没，我觉得。我们还用不了，要翻墙的，对啊，搞搞吧。对。我就没必要那种。我觉得稳定器好像有点问题。说，你们在的，我们先走了。走了？啊。哦，有点失重。好嘞，好。九点钟回去吹空调，咱们那边下雨啊，这边刚刚那个抚琴那边下雨啊，那边下雨了，对啊，下这边下这边就没下了，那边开的还下比较大，应该今晚上还有雨，那你们再好嘞，好，拜拜。老夫也不在了嘞，老夫去洗面桥了吗？但见我们吃饭的时候，他们乱发定位到什么安德河水公园，然后我们直接跑河水公园去了。确实他们就在藏羌印象旁边没多远，然后我们就在外面吃了那个烧鸡公那种，我们不穿白色的又
40度，对对对。还有更敬业的，这个他们这个手拉错更敬业，拉错在去年吧，所以是在就是红马封城期间还在跳。黑色的也显色哦，觉得我始终觉得我的稳定期间不正常嘞，有点摇过去摇过来的。他们今天在外边喝了稀饭，在稀饭庄吃的稀饭，我们吃的是烧鸡公，吃了5斤多的鸡肉，我们吃完打包了，然后等一下跟他们我是不吃了，太多了。他们喝那个稀饭的话，出汗就排完了嘛，就不用上厕所了，都不用上厕所，就全部流汗就完了。准备2-3套吧。哦，对，他们定制的比较贵哦，一般的当中在400人民币，4000，也就是2000多台币以上吧。最便宜就是400多。
们观察太仔细，太仔细了吧？那你怎么不说内裤都湿了？很正常啊，我觉得。你看那个上衣完全湿透了，这个女孩子不知道哎，没见过。哎呀，就看有点像白玫瑰。今日爆了，昨天还热一些，今天没有昨天热。昨天我和车子温度都47度，一般在43。这个是最坚持的，那背后全湿完了，拿出来。我去了之后他都走了，我去这儿都走了。那边是阿布和邓真。17，你看17。哎，我就觉得有点热嘞，我拿了稳定器，我就觉得头都在冒汗嘞。车子里面空调吹惯了吧？对，拉措是很坚持的，很耐热的那种。他去年的时候在青羊宫那边不让跳嘛，有红马嘛，红马、黄马那种就不让跳，疯了不让跳。然后在对面的白花坛公园，白花坛公园他在跳，并且是穿的正装哎，那个是40多度的天嘞。他穿的，我们那个朋友竟然说了，他就看到了，穿的正装，然后在他们就在跳，全身是汗。这个是山东的踢王，他跳得好，他是汉族。因为这边温度天黑也就是8:40、8:50。大小。这个就兴致很高，全部在跳。Bye.
啊，西藏，热都不得了，好热啊！这个还有一个啊，我给你拍。十七，这个会小声嘛，然后会喊语言。你是说那个上年纪的吗？强巴哦，没注意到哦，没注意他的名字，一般都直接打招呼啊，但是不没有直接称呼他。怎么了？还有最后一首。你再不去拿来，他就是撒狗粮。那个扇贝呢？我们不直接就。他不拿水来，肯定要拿水来吧，是吧？阿布会看看主不主动拿水，这事情都有水啊。来了，快给拿过来了啊！给他拿水哦。哥，你不是说能再干一瓶吗？哎呦，我们也给你们装了，谢谢谢谢。对，最后一曲，我估计是啊，因为我看是九点半了。哇塞，我的手，相机没电了。Thank you.
有了。没有了，散场了。亲，他是不是会很多韩语？他叫小什么？小顺吗？小顺，小顺是吧？对，他们都认识。说那么简单不打吗？不打，这个不打。这个没关系，手机那种，一点不大。来了都没看到，是他带来的车。但是现在没有韩语哦，我知道怎么算韩语，全是英语。我要谁送的花呢？等一下送啊。等一下，我不去啊，那就不去了，太热了，太热了啊！后天去吧，后天下雨，后天就下雨了，明天还有一天。我是特别恼火的人，我不得脱水。你是不是要是难过？Hello， 我是一个特别恼火的人，不得脱水。你还是比较耐热。我耐热。对，耐热比较费劲。啊，全都流汗。啊，我举稳定器都很一直在流汗嘞。这个是跟欧姆了吗？我的稳定器好像有点不对头，稳定器好像感觉不对呀、啊，今天。对，收工，那回家吹空调，回家吹空调了。阿姨的八十吧，阿姨。还可以拍几分钟，我身体只有7%了，7%的电，7%的电，拜拜，回去吹空调，呵呵，好热，现在35-36。明天见。哦，对，我没拍到嘛，因为我来的比较晚嘛，玩了半个小时。阿佳，玩了半个小时。阿佳，拉什么？你看曲正好忙，现在在收东西，我都不没办法帮忙啊。曲正帮收这点钱。我那天水才喝了，啥的没得了，他就给我们收了。哦，收就收嘛，把那小瓶呢？哪个？没来，小朋友没来，在区上村没来。他说有个人在路上，我现在因为堵车啊，到处堵车。啊，没事，反正明天后天都要到。你说把蓝卡拿上吗？蓝卡从前来，蓝卡都要去。他去哪个去？他去哪儿？哦。走了吗？加班才排多久啊？这个温度过高。我看着手机看到第二场地去。哦，第二场有可能好了不去了。太热了，好了就不去了。没有好都不去了，现在我相机都高温报警了，早的时候才拍到40多分钟，才拍了40多分钟，我们相机就过热了，太热了，哎，相机太过热了。想你要去青羊宫吗？今天在哪里讲的？他们已经好都不去了吧？你们为啥不走吗？你要去青羊宫的。你还要去青羊宫吗？今天么热，这么热你还去啊？在几点钟？没怎么跳的嘛。
成功又跳又跳。你应该跳。你跟我说。我先去。玩会儿啊。他们就去一种罗马那边吗？去罗马了吗？去去吧、啊、我也去。他们去拍那个。乌金说了，去罗马先。是拉错，拉错他们在玩。我们他们又不熟。管他熟不熟的，我们还不熟。去肉了吗？我把相机收了。有没有去青羊宫加班门看？应该没有吧？肯定要去的。我把东西放了，我把东西放下啊。把车停在这个位置，感觉我把东西收了，然后相机没停呢。啊，爬坡是爬长，路人嘛，六万多太短了，走了四十多分钟。那个你跟哪家的？哪个？你哪屋来的？哪个也去走一下？那个时候出去拉屎，拉屎，拉屎，拉屎啥不来？哎，那个路窄了，路想窄了吗？路路想不窄了，哥哥上坡那个直播啊，啊，他没来。还有两个路在看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是直播的，这个是前路线是吧？这个应该不在直播吧？这个不了，就自己回去编辑重新出来，就加到一起，加多一点。今天那边景外跑了四十分钟，跑了40分钟，太短了，一般一个半小时吧。今天我们去晚了半个小时，8:30才到。我后面看你都来晚了，我就。对对对。我们本来吃完了，有点失望。烧鸡公。他去罗马，他去罗马去了。他到罗马去了。你要发消息吗？来吗？哦，都已经十点钟了。要发直接就到这儿吗？这边谁讲吗？这个就在这儿，这钱多。这都是失去拉错，
主要往这上面是搞往左脸那边。像，它长得很像南卡图，我觉得它这长得很像，左脸往上有点像。最选当天的买东西喝，这个万一有的。你们几点下班啊？我妈妈去商场啊，去金外商场。我走哪边嘛？哪去是吧？
太短了，我做的内容太短了。嘿嘿，今天跑的还长。那么热，他得披他对吧？他说你要这回来就是要他赶紧安排坐的地铁。肯定的，车子可以开去空调。马上又换了。哇塞！来的人越来越多了，都不去体育馆了，体育馆那边在施工嘛。
外音模式，蓝牙已就绪。蓝牙已连接。可以跳十三分钟，不能看。要开始跳了。缩减活动。你要准时跳。等一下，开局吗？开局。
Thank you.
他们上去了，对。还有武吉也来了，来了。这个晚上这个不用，这个镜头就不用，就是。它这个就感觉很亮哦。这光线不差。哦。它是相同的情况下，啊，它就看它打上去了，它去了。啊。
没联系。
凉快的。Oh,
Thank you.
还有一首吧。啊，几点钟下班？十一点了，十一点了，准备走了，十一点了。